大家好，这里是神田站的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工作是一家广告企划类的工作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工作的工作主要内容是广告企划，还有营业。工作的地址在神奈川的横滨市，工作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，月给是20万起。日本语的要求呢是要求商务日语以上。其他的要求呢，要求掌握一些基本的电脑软件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工作，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。我们说明会每周一、三、五的上午11点，二、四、六日的下午2点。大家来参加说明会的时候，如果有感兴趣的会社，可以拿到一张黄色的面试卷。如果选择当天面试的会社，还可以拿到一张蓝色的免费午餐券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3-6206-8058。